别闹！切，你怎么在我床上？昨夜是你抱着我不放的。你放屁！我怎么可能抱着你这个臭淫贼不放？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？占你便宜？这才叫占你便宜。 算你有点良心，不过徒儿，你为了师傅和你师奶，也算是用心良苦了。娘亲，你们继续，我先不打扰你们了哈。继续。玉清，哎呀，你都跟楠楠说什么了？没事儿，来，先把醒酒汤。 不说是吧？那你别说了，本姑娘的便宜可不是那么好占。少量下的多。别点了，没用的。你有这时间，还不如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下。一个时辰后便自然没事。如果出什么意外，可不管了。